起这么早，状态不错。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可好了？哎，对了，你和叶子的搭档工作进展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不该提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你也应该知道，这纸啊是抱不住火的，他迟早要知道。 说出来也只是做一个人难过罢了。我们能改变的事情太少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，放不开的只有你。可能是吧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你知道吗？经过上次和欣然的事儿，我算是明白了。女人啊，要的无非不就是一个依靠，只要我们敢做出决定，那他们就一定会相信我们的。所以你就算再拖，也迟早要做出决定。你觉得我是他可以依靠的人吗？我一直好奇，当年那个敢爱敢恨、不在意别人眼光的向泽义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走得越远，影子拉得越长。 你能抛弃自己的影子吗？再跑一圈吗？邵总公司的周年舞会邀请函已经寄到咱们公司了，你去吗？去啊。哎，你和谁呀？南曼选好了吗？ 谁呀？是谁呀？向泽义吗？是向辉。不会吧？你们不会复合了吧？说什么呢？啊，向泽义，啊不不不，向辉，向辉，向辉，我听说是在邵总的公司，现在已经是动画总监了，而且呢，经手了几个很大的项目，完成度出奇的好。 业界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。哎，你说啊，真是奇怪了，我们这个大师哥摇身一变都会变成名人了。他失踪那几年一定是去出国留学了，回来之后呢，摇身一变成了动画界的传奇，也不奇怪啊。
邵总，你这次新请来的动画总监来头可不小，几个项目都干得非常漂亮。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见识一下这位项总监？放心吧，一定会让你见到的。听说这位项总监才30岁，正是后生可畏呀。不知道这位项总监，邵总是从哪里挖来的呀？老秦啊，这英雄不问出处，我看人。 从来都只看能力，不看其他。来，来，不先试备一下。邵总，郎才女貌啊！邵总，您说笑了，能来参加这么隆重的酒会，还不是托您的福？那就好好享受这酒会，不用太拘谨。 今天来的都是自己人。至于向辉呢，就要先接我一会儿了。那边有些人啊，对他特别好奇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我们这位向总监。好，那你们先忙。嗯，你自己可以吗？啊，没事，放心。 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向辉向总监吗？哎呀，闻名不如见面啊，真的是一表人才呀！向辉啊，赶快敬一下两位老总，他们呢可都是我们后续项目的顶梁柱。后面的项目啊，全靠他们支持。邵总，你这话说的可太抬举我们了，没有你牵头，我们也是什么都做不成呀。是啊，是啊，来，来，请吧。 要是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像向总监这样的人才，那就好了。老秦，你说呢？向总监，要是邵总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记住，我们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老秦，你这才见面几分钟就想挖我的人，不太厚道吧？瞧你说的，向总监年轻才俊，哪个公司见了不垂涎三尺啊？ 不习惯里面的环境，人太多，总觉得不自在，出来透透气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酒会的时候，我紧张的连酒都不敢拿，更别说跟别人说话了。但我刚刚看你现在的社交。 根本不像当年那个站在台上就说出来话的小女孩。原本我也以为我会不适应这种场合，也许是因为长大了吧。
慢慢的就学会了妥协。但我后来也发现，妥协的过程虽然是辛苦的，但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收获了什么？千杯不醉吗？这是你第一次看我喝酒吧？不是，我见过很多次。很多次。魏阿姨，小森啊，今晚来家吃个饭吧。阿姨，今天晚上我医院有个会要开。哦，是吗？上次加班，这次开会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？是阿姨，最近医院有点忙。哦，那好，哎，那你记得啊，有空一定要来家里吃饭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好，知道了，阿姨。建辉啊，哎，邵总，这个 storyboard 有问题啊。之前 PPM 的时候，资方提出要修改文案和服装颜色的。邵总，如果非要修改颜色的话，那人物和背景底层的色调就会不统一。所有个人不是很建议修改颜色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资方讨论一下我们的专业意见。这样吧，你呢，出两个方案给我。一个呢是你自己建议的，另外一个呢是资方提出修改意见的，我都给他们，让他们选择。我明明已经做了最合适的方案，为什么还要用另一个？这个是资方的要求，如果说我们只给到他们一个方案，会让他们觉得我们不够专业和用心，而能否给到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，则是对我们专业的考验。好好做吧，我相信啊，你能完成的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，这些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知道我刚才被出版社的人骂得有多惨吗？为什么？大小姐，我们答应过别人，新一版的故事要配合他们这个季度的出版主题，走都市现实风。你这些，你怎么教的还是些古装啊？你看你这教的是什么？什么叫我们答应过？我当时就反对了，是你自己自作主张答应的吧？可是你当时说过呀，你说过会配合出版社做适当的修改呀，我才会跟别人签合同呀。我也说过我会坚持我们工作室的创作风格。那你这样就是故意让我难做，我怎么和出版社交代？再说了，就改一期的内容能怎样？能怎样？竹子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创作风格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。
如果我们为了一味的迎合市场的口味而改变我们本身的坚持，那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坚持，坚持，坚持。你什么时候才能现实一点？你先把你那些所谓的坚持先扔掉，行不行？你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再说。我不说别的，叶子，这个月我们搬了新的办公室，我又给你办了理想主义的画展，我已经快入不敷出了，大艺术家。你记不记得我们要养家糊口的呀？外面有几号人在等着我们养活？这下可好了，被杂志社退稿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人可以真正拿着自己的爱好当饭吃？你吃着你的这碗饭，你已经很幸运了。多少人他都吃不起这碗饭。但如果我们成立工作室的目的是为了要向现实妥协，那我宁愿不要这个工作室。艺术家，大艺术家，你是在给我发这种脾气吗？别人都说我做事少根筋，我不知轻重，我看总比有些人从头到尾只有一根筋的强。是，我是有一根筋，那总比你横冲直撞不后悔要好吧？我不后悔，你辜负我是吗？你想过工作室吗？你想过我们吗？我看总有哪天工作室散了，没有了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后果。怎么了这是？又吵了，这次的架势比之前都要严重。反正我吵成这样，你们都不知道进去劝一下。要么赶稿，要么解约，有什么不能交代的呀？解约，你连我一起解了算了呀！反正谁都没有你那所谓坚持。两位老板，能不能暂时休战呀？别碰我！有什么问题好好说嘛。哎，我们坐下。等会儿，我们俩要解约，你说你们跟谁？来来来，我们坐下，坐下。对，坐下，坐下。现在你们两个准备选一个选谁？行，别碰我。选谁？坐下再说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。哎，对了，怎么着啊？现在这是要离婚了，准备让我们跟一个？我可是成年人了啊，可以一个都不选的吧？哎呀，照我看呢。这个法院都解决不了你们这种家庭纠纷，你们也只能凑合着过下去了。小夫妻床头吵，床尾和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嫁鸡随鸡，有什么办法？态度嘛，还算端正，有点觉悟。恩怨情仇，一笔勾销吧。真拿你们没办法。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。说吧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姐妹们帮你们一起解决。还不是玉主编，我们要是再交不出玉主编满意的画稿，我们都得玩完。这不就跟甲方乙方一样的，我做广告这些年遇到的客户啊，比玉主编难缠多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够了，我担心。既然时间紧，那就别再说了，赶紧开始啊！我们都在这儿呢。对呀，四双手，愣着干嘛？干活啊！来，西西。哎，你们还站着干嘛？干活，快快快快！哎，西西，搬两个。洋洋，你把那个画板给我看一下。
那个男的好像之前是我们学校的校草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你都没有接。最近也见不到你，我很担心你。担心我干嘛？我担心你过得好不好啊？我过得很好，好的都忘了这些年我在哪儿。当年的事都是因为我，我也很想帮你。是你从来都不见我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吗？我只是想补偿你。你想怎么帮我？你想要怎么补偿我？我本来有大好的时光，有我爱的人。现在呢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每天活得胆战心惊，每天起床后都不想记得我是谁。你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。叶子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就能解决这一切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。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什么事儿？我倔强离开，一颗心丢入大海。再不存在，留白了所有。替我照顾好叶子。When I close my eyes， 谢了。Nothing on my mind， 光透进尘埃，夏承毅，倒映在冰冷胸怀。无尽的等待，走不出这片空白。At least dark, I feel her shine like a star。穿越星海。
之坏都可能变成意外，怕没有人在，只有落空的期待。 At least 打开现如今，我已经为我做错的事情付出了代价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其实我看到你这样，我真的很心痛。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感情的事情我早已不再强求了。我就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重新开始生活。知道了。你走吧，我们以后别再见了。
Thank you.